主料：龙利鱼一条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小葱、姜。蒸鱼豉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龙利鱼切块，胡椒粉、盐、料酒腌制，葱姜切丝。腌制龙利鱼后，倒去腌制的水和葱姜拌匀，上锅蒸。蒸熟以后，撒葱，然后倒入蒸鱼豉油和热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鱼蒸的时候不要太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